你看我这。喂，哎，小严，啊，你放心吧，我保证他来了以后就不想走了，放心啊，妥妥的。好，再见。宁儿啊，哎，谁要住这儿啊？小严的高中同学，从外地要来这儿出差，临时在这儿住一宿。正好小严出差不在，嘱咐咱们好好照顾照顾。要是照顾好了呢，他跟小严说说我的好话，我和小严的感情还能进一步发展。 啊，请问这是梦幻疗养院吗？哎呀，是是是，你是小伟吧？对，我在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快请坐。哎，好，快快快。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欢迎欢迎。啊，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叫王小宁，负责接待工作。啊，阿丽给倒点水。喂，先生您好，啊，你是想喝点咖啡呢，还是想喝点可乐呢？啊，咖啡吧。没有。 啊，可乐也行。喝光了。你问啥呀？大兵啊，给客人沏壶茶。啊，红茶还是绿茶呀？随便。对，没有开水。小伟啊，你跟柳护士是高中同学是吧？是，我们上学的时候是同桌。啊，回忆起那些青涩的往事，不堪回首啊。那是不是柳护士上学的时候有很多男生追她吧？那必须的呀，柳护士那时候是校花，追她人太多了。 那有没有他看上眼的？在柳护士眼光太高了，他一个都看不上啊，就对我有点情有独钟。你好，你好，啥意思啊？他喜欢你呗？那必须的呀，他当年追我追的都没处躲没处藏的嘛，是吧？就前段时间有个电影叫什么？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男孩，啊，那个导演叫二把刀，啊，我跟小严就是生活当中那个原型。那你同意了吗？ 哎，这个女人呐，你越不同意，她越追得紧。哎，不堪回首啊！那个小伟啊，那个来先到卧室休息一下吧，怪累的。好，来，请。你们先玩吧啊！好，我们再商量一下怎么好好接待你。好好好好，好，请啊，劳驾了啊。好，太不像话了，柳护士怎么能对一个这么不要脸的男人情有独钟？ 太不像话了啊！虽然我那么膈应刘小岩，但是这个男人那么不尊重我们女人，王小宁，这次我跟你站在一块儿啊！太不像话了，你还把他来到我屋？那个柳护士电话里怎么说的？他就让我们好好照顾他一下。你是说柳护士让我们好好照顾一下吗？那我们就好好照顾他吧。 金哥，金哥，我是阿丽，那个你是刘小岩的朋友，也就是我的朋友，我是东北人，性格比较热情，比较豪爽。那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朋友来了有好酒，敌人来了有猎枪。啊，我有这个。呀，这什么呀？猎枪牌白酒，来，金哥，咱们干一个。哦，哎呀。 我这不能喝呀，什么意思啊？不给面子啊？过敏。过敏呐？哎呦，你早说呀，来干了。啊，你把这个拆了。这怎么了，伟哥？你这过敏怎么还自己带下酒菜呢？啊，我这个酒啊，是不喝就过敏。 净扯，你开玩笑呢吧？来敬你一杯啊！来，六六。好啊，丽。哎呀，第二杯啊！哎，二喜临门。啊，我干了啊！这就干了。哎呀，好。哎呀，哎呀，通了这。小伟哥，要不赶紧吃点菜呗？哎，还不到时候呢。来。 第三杯啊，三心二意啊，不是，第三杯啊，干了！哎呀，小哥，你哪人呢？你这？哎呀，内蒙的。去，装枪口。喝点啊，节奏这。嗯。第四杯啊！哎，大哥，我不能喝了。哪能喝？哪能行啊？那哪儿哪儿？我今天把你陪好了，我菜还没吃呢。不陪好不是挑理的吗？来，第四杯啊。
二哥，你太能喝了。好了，这个菜缓缓啊。这大美女喝酒。哎呀，魏哥呀。啊。我换个人陪你喝行不行？那不行，我这酒我硬人，换人我就喝不下去了。哎呀，不行了，我真不行了。我第五杯啊。我五五风动。别五了，五五哥不行，小伟哥。怎么站不住了？我去趟洗手间。嗯。我到了地方，我再回来陪你喝。快点回来啊！